冤家路窄，你是，既然被你发现了，我就不隐瞒。没错，我就是当今御前侍卫。你是御前侍卫？聪明，实在是聪明。小弟是有眼不识泰山呐、啊！要知道您是都统大人，您给我十个胆子，我也不敢顶撞你。不知者无罪。咱俩也算是不打不相识，你若真的是谋财害命，也不会进宫了。是啊，所以这一切都与我无关。王公公的事，我真不知道。玉麒麟啊，玉麒麟，为了寻人，你居然沦为了公公，真是太令人失望了。没事儿，只要您把钱结了，我立刻就出宫。割都割了，还出什么宫？你现在是皇上的内侍人选，众目睽睽，不想要命了。哎，都统大人，既然咱俩都这么有缘了，谈个买卖怎么样？你想当皇上的贴身内侍？拜托，千万不要让皇上选我！放肆！伺候皇上还委屈你不成？呦呦呦呦！别激动，别激动啊！别激动，瞧你火大的！都统大人，我这个人性格毛毛躁躁，不合适啊。您这次若是帮了小弟，小弟一定感恩戴德。您跟王公欠我一笔勾销，而且我还负责找到王公公的下落。当真？君子一言，快马一鞭。山崩不改，雷打不变。好兄弟，够义气。我先谢谢你了。不用，客气。这宫里这么危险，你怎么乱跑呢？皇上跟前还不跪下？参见皇上。这个小太监资质如何？启禀皇上，这个小太监不仅腰粗脸大头扁，资质更是比其他人更加愚钝不堪。真仗义。既然如此愚钝不堪，那就拖出去斩了吧。不会吧，省得让那些人再拿这种庸才来敷衍朕。皇上，大小也是条人命啊，饶了他吧。
你叫什么名字？三吉。三吉？哪三吉？吉祥的吉。真难听的名字，看你宝里宝气的，要不就改名叫三宝吧。还不快谢皇上赐名。谢皇上。看在严都统的面子上，朕就饶你一命。还不快拜谢皇上，愣着干什么？谢皇上。哎呦，你呀，一看就是那种上有人管下有人顶，空有满腔抱负但是则毫无权力的小可怜。放肆！你知不知道我是谁？我管你是谁呢？我就是当今御前侍卫。你是御前侍卫？这次可闹大了，我得赶紧找到乾和王公公逃出宫去才是，不然被发现女儿身，株连九族，牵连父母。哎呦呦呦呦呦呦！海公公，他肯定有钱吧？就这么点儿，真穷。就知道你没那么简单。锦衣财帮我来了。王公公，你一向做事谨慎，如今却私下招募武林人士，带着皇上胡闹，逼得太后娘娘不得不出手，你对得起先帝所托吗？一切都是我一个人做的，与皇上无关，要杀你就杀了我吧。你是该死，你死了太后娘娘才会安心。同僚一场，本公公赐你个体面的死法。恭喜你，皇上选你为他的贴身内侍了。凭什么是他呀？就是，长得还没我好看。瞧他那目中无人的样子，真讨厌。我就纳闷了，凭什么是你呀？那么多人，皇上怎么就选你作为内侍？啊？哎呀，那后面的走快一点。我海公公，
这杯酒就当我是敬你的。海公公，王公公都招了，我是不是可以退下了？本公公还有其他事儿要吩咐你做。挑来挑去，就挑了这么个家伙。陛下亲自挑选，奴才也无可奈何。罢了，也算是了了一桩心事。太后费心正事，统帅后宫，能够伺候陛下，是太后娘娘赐予你的无上荣耀。别以为当了内侍就可以为所欲为，这监兰院只要有一天归我管，你的小命儿就还攥在我的手里。从今往后，你的心里只能有一个主子，那就是太后娘娘。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了。海总管，别把人给吓着了。太后放心，保证听话，保证听话。哀家看这个小太监倒也老实，拿了银两就得替哀家做事，皇上的一举一动我要了如指掌，你要定时定点的汇报，办好差事，重重有赏。哎，大人，是你啊。不行，宫里危机四伏，鬼知道这小子跟海姑姑有无关系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祸从口出，保命要紧。怎么，被帅气非凡的本都统的出场给镇住了？嗯，大人的光芒都快晃瞎三宝了。大人，三宝有一事不明，为什么大人都在皇上面前那么形容我了，皇上为什么还要选我做他的贴身内侍啊？缘分。金兰院那么多人，我可以把这个缘分让出去吗？不行。哎，大人，三宝作为皇上的贴身内侍，怎么连皇上的人影都没见着啊？今日皇上就是命我来考察你，如有半点不妥，杀一儆百。出招吧！你胆敢有半点放水，皇上说要了你的脑袋。恭喜你通过考核，正式成为皇上的新内侍。
不会是我出手太狠，把你给打傻了吧？没事吧你？喂。小肚鸡肠，下狠口呢你！什么考核？你分明就是公报私仇，以权谋私。皇上命我来对你进行特殊考核，这是皇上对你的殊荣。监考官都要，看来我只有上报皇上。这次考核你没通过。哼，通不过考核又怎么样？腰斩，凌迟，五马分尸。看皇上心情吧。都统大人，您是皇上身边的大红人，小弟通不通得过，还不是大人您一句话的事儿吗？小弟恳请大人在皇上面前替小弟美言几句呗。美言？可以。只是。把手伸出来。干嘛？你笑得很开心是不是？放手！我叫你放手！你信不信我去禀报海公公？你也是，你怕他什么？他哪只眼睛看见这八颗铁钉是咱们放的了？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，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。如果你再敢招惹我，我就把这个拍到你脑袋上！恭喜皇上，贺喜太后娘娘，四海平定，国泰民安呐、想必先皇也倍感欣慰呀。太后娘娘执掌朝政多年，有我等扶持，也该是时候啊，叫皇上选妃亲政，执掌朝政了。皇上没有选妃立后之心，你们着什么急？皇上弱冠之年，迟迟不能选妃亲政，实有不妥。除非……除非什么？除非太后娘娘执掌朝政，不让皇上选妃亲政。反了！你们这些个前朝老臣，当真敢不把哀家放在眼里？皇上已然成年，再不选妃亲政，恐遭天下人非议。是吗？臣相，朕还不想选妃，此事莫议了。皇上，恭野大将军到。参见皇上，参见太后娘娘。
不好意思，本将军来晚了。岂有此理，见了皇上为何不跪？皇上体恤功臣，特免本将军行跪拜之礼。怎么着，林丞相有意见？你皇上。丞相少说两句，坐吧。公爷，你拥兵自重，图谋不轨，你以为朕看不出来吗？今日这鸿门宴就是朕特意设给你的。皇上，皇上饶命啊！皇上，这就把执政之权交给皇上，再也不干涉皇上。皇上英明神武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皇上。身为一国之君，成何体统？皇上，这次从边关回来，本将给你带了份大礼。在家里读书弹琴多无聊啊！你我两府的婚约，你怎么想？不行。你这么晚来找我，是为了告诉我这个的？当然不是。过几天我有事要出去一趟，拜托拜托，帮我顶一下。那你总得告诉我，什么事情，非得这个时候去办？事关名誉，一时半会儿。我也跟你说不清楚，如果我爹问起你来，你千万不要说你见过啊。芷夏，你在哪儿？林丞相，你贪赃枉法，克扣军饷，这笔账我早就想跟你算出来。公爷，你什么意思？给老夫说清楚。哼，皇上大可质问我军将士，粮食军饷被扣，这一仗公爷打得实属艰辛，有多少将士枉死沙场，这一切都是拜你林丞相所赐。林爱卿，军饷一事一直是由你负责，你们这是唱的哪一出啊？皇上，太后娘娘，臣自先帝以来兢兢业业，公爷这厮
纯属污蔑。皇上，臣以为丞相不可能做出如此荒唐事，还望陛下明鉴。皇上，本将不要什么赏赐，本将只希望能为死去的将士讨一个公道。公爷，你军饷事大，此事哀家定会严查，给诸位一个交代。母后，儿臣觉得皇上无需多虑，此事哀家定会秉公处理，绝不徇私。来人，先把林科押进天牢。少爷不好了。怎么了？宫中传来消息，丞相大人赴宴却被扣上了贪污军饷的帽子，被打入天牢了。什么？爷爷被打入天牢了？克扣贪污的证据都已经安排好，总算是把丞相这个老东西打入天牢了，也不忘太后您精心布的局，属下佩服。才办了一个临科而已，别高兴得太早，这帮子老臣都眼巴巴等着皇上成婚掌权，就想着逼哀家让位。难道这些年哀家操持朝政做得不够好？哎，太后您玉玺在手，兵权在握，为东省国殚精竭虑，那些迂腐的人哪懂得这些道理，哪像属下心里念的全是太后啊。哀家就你这么一个表哥，有你这番话，也不枉哀家费尽心血把你推向这个位置。谢过太后娘娘，属下自当竭尽全力为太后铲除异己，保证前朝不敢对你有半点意见。不过太后，这日子久了，您就不担心龙椅上的人羽翼丰满？龙椅上的不过是个木偶罢了，现在哀家手中。大哥，瞧这脸色，没睡好。你要没了命根子，你能睡好？闭嘴吧！听闻大哥那日击杀群雄，一眼就被皇上给看中。大哥聪明绝顶，聪明绝顶啊！绝顶，不是绝孙吗？没，想逃出宫去，得找个帮手才是。你们俩想不想升官发财呀？跟着你，没可能。还不快谢大哥！大昭，还是你有眼光吗？大哥现在是皇上身边的内侍，都是自家兄弟，当然有福同享，有难安。啊！我跟你说，你
前侍卫，都统大人，没听说过呀。嗯，这肯定是你二人级别太低。哎，果然是聪明绝顶啊！哎呀，保证是好事儿。哎呀，手都快被你咬断了，我不去。大男人家家至于吗？还疼吗？你又想搞什么鬼？哦，别那么多废话，跟我走。哎呀，走。为报答大人的救命之恩，小弟特有两件宝贝要孝敬给您。这就是我跟你们说过的御前侍卫，还不快向大人行礼？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对不起，皇上，是三宝有眼无珠。被你发现朕是皇帝，真没意思。